阵就要把握时间吼，来开始咱今仔即个真好个聚会。哦，除了咱委员第一手个资料，咱嘛要安尼直接来做募款吼，有实际行动哦，啊，甲咱大家个心哦，咱作为甲台湾特别是高雄，或者受苦受难，甚至是为着这代志来丧失性命。啊，是讲即马还阁伫平民，啊，咧甲死神搏斗的咱的乡亲吼，所以我想要开始以前，我要请咱大家起立吼，咱为着遮个人、甲伊的家族、甲所有参与伫遮，包括为着阿菊吼，为着所有的遮咧负责任理遮代志的人吼，咱做一个默祷吼，啊，请咱大家先向你所信的信。我就感觉非常感动，拄好旧金山迄边，咱的台湾人的社团。
中专工在嘉义两个所在向大家报告。之前厝的灾害是会使讲五十年来，高雄或者是讲咱台湾所拄着上个重大的一个相关的灾情。这个灾害到底是啥物款？首先就是伊造成了30条人命不幸的过世。伊就292个人的受伤，这292个人的受伤的中间，甲死亡的人的中间，有四位是咱的警察甲消防的同仁，受伤的人有24个，也是消防人员甲警察人员，甚至有2位是义务消防，是义消，所以会使讲是一个。政府有心想要防范这个灾害，但是种种的原因，让这个灾害无法能够避免。所以，第一呢，想要防灾，希望来避免这个灾害的警察甲消防人员参与受灾的人员共同，避免受到伤亡。这个事件，正正重大，所以我首先让大家来看，一挂影片，一挂相片。咱先来看，伊发生的所在是伫啥物所在吼？咱黄色吼，黄色的即块的所在是伫大高雄的西岸边，这个是即边灾害受灾的所在。看后一段吼，看一张。即个黄色的 S 型，吼，伊包括3条大条的道路，3道一路开船3路甲一线一路。即个黄色的 S 型的道路。是大条路，而且吼，像讲3道路是咱高雄，也是讲要对中正交流道去哩咱的高速公路必经之路，嘛是我每天透早坐6点半的高铁，也是讲暗时啊4点半的高铁转来高雄，我一定爱经过的所在，吼，所以讲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的大道，是大条的路，佫是。主体甲商业区吼，人口非常密集的热闹的所在。这个 S 型的红色是啥意思？就是这边全面爆炸，规条路全部去崩掉去，变成是一条大圳沟 S 型的大圳沟，就是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相当吼，这个所在隆重吼。崩掉，特别的崩掉，变作大圳沟，拢总是长4.4公里，就是4400公尺。伊的边啊，还佫有较细条的路嘛，去崩掉去。你就着讲伊沿长前后吼加起来，伊个较小型的爆炸参加哩，总共气爆波及的范围是6公里之长吼。拢总因为个面积，实际的面积，那个围积把它加起来是3平方公里，哈，是这样的一个灾情。我们再看这一页，哈，他看到的就是，因为伊受灾了后，伊是交通的要道，所以所有交通的动线拢受到影响。伊受到影响的范围是这样的，我们整个黄色的这个系统，哈，看起来它整个是受到影响。所以这是一个范围非常大，吼，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灾害的范围。咱来看，我拄仔讲的吼，崩掉去了的景点是安尼，好，实在是非常的惨不忍睹哈。我们用一个浪景来看，这是5000路，这是摩的，我拄仔讲的那个是什么路？这是边啊较细条的路，那是爆炸的哈，是安尼一个景点。咱用个全景摄影来看，你看这规区安尼崩掉去吼，大家看到拢感觉讲，加上有人轰炸，大概轰炸完也没有这么凄惨。伊就好惨，像讲是一个对空中轰炸掉的一个震惊发生过了后，震后的一个灾害的现场，赶快哦，现场可怕，这是踮在日头前，吼，这路规个就是崩掉去啊！这伊即马变作是一个大圳沟伫遐，吼，落雨的时阵，伊就是一个无法度消透，吼，一个积水的所在。
啊，不管职业嘛是同款。真的是各种灾害的现场，吼，安尼，互大家体验，吼，伊边仔的厝，吼，即个点滴，拢无法度去做生意，啊，甚至啊，落雨的时阵，落雨，啊，无就是接水、饮水，吼，是非常艰苦。即沿路，咱咧来看，咱就知影，因所住的即个透天厝较济，吼，甚至就是无老的公寓，无电梯的无老的公寓较济。规个社区个安尼吼，拢爆炸了后是非常不适合，因继续各地遐里来徛起吼，受到个艰苦是非常大。啊，到底是安怎发生？啊，是安怎？那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灾害？所以我稍后去要甲大家分析吼，来说明这一次发生气爆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？我们先看看这一页哈，这是八点四十六分的时阵，咱基金会都接到真多哈，寥寥小小，有人打电话去1999哈，也是去基金会小红表讲，公平的阿叔咪，好平的阿叔咪，阿伯就讲啊，阿叔在出烟，哈。唔知虾米代志发生，啊，感觉讲可能是家属泄漏，啊，就去报案。所以，有人想想，咱消防局接到报案的时阵，吼，伫8:46的时阵，咱消防局就出车出人，出车出人，出去咧查，拢总就至少85个救灾的人员，已经是去到通报的地点，吼，啊，真侪。事务上救灾人员吼，那是讲去到现场的时阵吼，去到现场的时阵，咱的消防人员也唔知影讲这到底是啥物物件，因为闻起来味，啊，我闻拢同款，味纯是垃圾味吼。咱有真侪种气体，有毒的气体是无色无味，是无味。啊，为了安全，所以政府吼有法律规定讲，这物件本身无味，但是你若捞出来是足危险，啊人唔知影啊，啊所以咱有法律规定讲，你爱添加某一种物件，你爱添加一寡化学物伫内底，啊所以添加入去物件吼，拢同款味安尼闻起来，啊所以大家感觉就是讲啊，是毋是吼，家属泄漏，吼是毋是家属泄漏啊？所以消防人员去到现场，伊是无法度去知影。所以咱的消防人员伫8:46时去到现场，就开始来喷水。这是咱救灾人员，咱有拍火的嘛，吼、哦。救灾人员去到现场的时阵，灾害现场第一项伊会当做，伊就先做吼、哦。所以是8:46，一直到9:30是环保局的人员到，因为。因为无法度知影是啥物，啊，所以开始找环保局的人，吼、哦。伊时阵稽查人员在9:30的时候抵达现场，9:50，还阁是查袂出来，啊，所以伊时阵就讲，啊无吼，把咱所有有可能的业者咱拢来叫来，所以9:50的时阵就甲用油代电代替有可能代工的，包括中石化、联电这的，吼、哦。所有起火会当接合到有光线的这个业者，相关的人员叫来现场。这个时阵，8:46，咱接到通知，吼，一直到这个时间9:50，拢总是64分钟，都是一点钟过以后，市政府就要求啊，讲我唔知影是啥物，你所谓讲拢是哪关掉，有要求伊关。关掉，结果嘞，拒绝，无爱听市政府的要求，因毋是市府管的，因是无着雇佣事业啊，无着是经济无共个区的业者，所以市政府伫现场第64分钟的时阵，要求因来关掉，啊，伊讲，啊，你若无证明，讲是阮兜的讲老的。所以无人，吼，无人，答应讲要甲伊讲关掉。中油伫遮，
中央也无讲，也无讲，哎，这内底有啥物讲？中央也无甲市政府讲，所以，市政府明天就是继续去调查。但是，毕竟吼，大家可能无了解，咱的消防局欠一种人，迄种人叫做毒物灾害的专家，化动物、化学灾害。伊爱检查会出来讲，这是什么款物件？这是需要有专门人员，真正的专门人员，地方政府无，编制内无这种编制，消防局无这种人，全国有偌济这种人？全国有三个应变队，北、中、南各有一个应变队，叫做毒物灾害应变队。毒物灾害应变队，啊，无甲中央消防署编制来啦，嘛毋是在遐。北中南三个毒物灾害应变队吼，是用个委托计划、委托大学去集合起来一个兼任的任务编组，安尼样尔。所以，咱市政府开始来通知。好，安通知，通知讲拜托恁去派人来。啊，通知到10:23的时阵，伊来到现场，开始咧采样。所以真正的专家有法度好采样的专家，是伫咱开始一开始接到报案到即满的97分钟，点半钟过才来到现场。来到现场采样了后，偌久确定是病死？11:20确定是病死，11:20确定是病死的时阵，已经是因采样去研究57分钟以后的代志啊，嘛是对咱接到报案去现场以后144分钟后的代志啊，2点钟过以后才知影讲是病死。啊！伫咱知影是病死前啊，吼，过一摆10:40，过一摆，消防局长，无论咱卖要求中油甲中石化，你们要赶快把线断掉，一叫叫讲中油中石化管线赶快要把它断掉。啊，这个时阵，搁甲伊讲一摆啊，中油这个时阵嘛，无甲咱讲，国有管制是给李长荣在用，嘛无，啊，所以李长荣离。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内底，拢无人去想着讲，有可能是因讲吼。但是当10:20，咱知影讲啊，已经是病死，吼，已经是病死。经过8:15的调查，吼，咱查出来是病死，也唔知影是倒一间的病死的时阵，8:15以后都无查。就是讲，吼，咱市政府伫现场的时阵，咱稍微重要是这个情形。咱来看，迄个时阵，事实发生是怎款规定？咱头拄仔讲8:46，市政府都拢伫现场啊。事实上是8:43的时阵，李长荣这边。我还讲，阿袂归人落去，啊，我收袂到你啥物材料，吼、哦，是怀孕吼，大家比如说三千出来的病史，啊，由伊来运送，运送去到李长荣，所以李长荣伫大厦遐咧等，啊，怀孕的离婚鉴定伫遐咧送，离婚鉴定送去大厦，好，李长荣，8:43的时阵。李长荣就知影讲，妈祖有问题，怀孕问题讲妈祖有问题，因为压力突然间降落去，吼、哦，李长荣迄边嘛感觉讲，那也无收着了，吼、哦，但是因更加有问题的时阵呢，一直到9:30的时阵，怀孕才讲，安尼就是不是办法了，咱要饲遐尼久啊，吼，压力拢无倒转来吼，啊，无咱先来换掉，对吗？43分的时阵出问题，9:30的时阵才来关掉。这个中间经过的
九点到一点钟，继续伫遐留，继续伫遐留一点钟。停起来了后，到十点的时阵，李昌福在吐，吐讲啊，我要等啊，我要爱聊啊，聊无够，你今个继续甲我杀吼。所以九点半到十点，只无半点钟久尔，用半点钟久关起来，对安尼咧查，请问正面有几撮无？啊，半点钟久要查出啥物物件来？照你讲。那总讲我已经送了几点钟久，阿廖拢无倒转来，就无应该继续送啊。因为我半点钟久，我无法度查出是啥物物件，吼。但是李昌龙也厉害，十点至十点十分不十点钟的时，不十分钟的时间，怀孕的，伊来去协调啊，伊来去了解啊，最后一只决定啊，怀孕决定无好啦，无法继续不再送。要搁搁一直送，吼，十点十分就搁开始送，送到十一点三十五分。怀孕的人伫这个中间，有人感觉唔对，就会出去外口洗，洗啊洗去洗出来，讲，哎，真正有漏。所以十一点三十五分倒转来报，报讲有漏。十一点三十分倒转来报，报讲有漏。结果十一点三十五分确定讲有漏。五十七分就爆炸，五十七分就爆炸。好，咱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来看哈。那总共上了业者、收了业者这两件，伊有标准的作业天数。我一号收税，我紧甲消防局通过。你嘛主管机关，无你个编制无通过，好啊。好，你总是爱通过。无通报，吼、哦，无通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，你明明知影有漏，半点钟都查袂出来的是，你卖去杀啊，吼、哦！但是伊嘛是都继续杀，所以整个的过程咱来看，当因，吼、哦，当因停起来咧查的这个中间，九点半到十点，因停起来伫遐咧查。这个中间就是九点五十的时阵，业者去到现场，啊，咱要求伊来甲讲关起来嘛，吼、哦，因门先关起来，迄边门先关起来，啊，这边继续想咧啥？哦，这个时间点，咱即马恢复起来看，两边的人，一边是伫遐妄想，唔知影呐，一直查，人一直挂来，工作人员一直叫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查到头壳疼，啊，业者拢叫来。啊，有人知影，啊，嘛无伫参讲，吼。啊，另外一边，阿妈，伫遐哩，应该有良心，应该爱有标准的天数，拢无超期的。所以，这个结果，吼、哦，这个结果，咱看到的是啥？看到的是第一线的消防人员，非常的可怜，因其他人民都是救灾义务人员的身上。伊所知影就是庆恩收到的庆恩，就是阮老收完，阮老收完，惊讲到时阵爆炸，伊来喷水，互你温度会较低，因为伊毋知影讲迄项物件，哦，迄项物件是啥，伊收到就是安尼。但是当伊伫现场的时阵，有毒的化学物质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继续一直喷，伫遐一直流，一直流。一直看看，最后爆炸的时阵，咱有遐尼侪工作人员共同死伫遐，啊，甚至50%严重的烧烫伤，即满还佫伫第二，非常艰苦，在奋斗，在求生存，还佫有一个人甚至的生命危险，吼，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。敢真正无一个可能性，无一个资料甲你提醒？敢真正讲，恁拢目睭迷迷在遐咧做遐个代志，啊无一个正确标准的天数，互恁伫遐咧知影讲你发生虾米代志？啊无恁哪会知影讲压力较少？无恁哪会知影讲受无聊？吼，结果是有诶，所以咱今仔来看吼。这个是电子，哦，这个是电子资料。
我咧送咧哦，咧接了所有工作的过程吼，这拢科学，拢是有仪器监测进行中的代志，吼，拢有仪器伫遐咧咧监测。所以咱来看哈，即摆你来看这条线哈，我们看它本来它的压力是在三十几公斤，所以基本上压力没有问题。仪器哈，一缸规缸咧咧送的时阵，压力拢伫遐，但是突然间。阿袂降落来较正，对面顶吼，对面顶个阿袂降落来较正，这就是伊受无聊的时阵，迄就是偌久，就是八点四十三分。所以八点四十三分的时阵受无聊，就是八点四十三分时开始写稿。连主持人拢有甲伊讲啊，吼，拢有甲伊讲，八点四十三分落来了，佮有去哩？无啊，无去哩啊，无去，一直到最后叫伊关掉为止。一直拢仪器上头的状况，那仪器上头的状况，上头你十点的时阵，你必须要上电话接。那总统伊有良心，那总统伊有按照咱电主的监督，吼，应该爱做落去做的时阵吼，伊就唔免吼，加伫遐哩上两点外钟久，加留两点外钟久，留四十度，造成遐哩大个爆炸。我认为真正的凶手是伫遮，我认为是这两个业者非常无提出伊的良心，因无够坚信，因知影讲当伊安尼做的时阵，因变作是杀人的凶手。我认为真正的凶手罪魁祸首，其实就是在这里。咱来看因的工作日志怎么写。你看华运的工作日子，果然哈，离八点五十五分的时阵，华运咱拄啊讲讲八点四十三分，压力就降下来，大厦迄边就收无了哈。所以八点五十五分现场有记录，记录讲大厦敲电话来讲无收着了，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证据哈。大厦迄边敲电话来。公布收着了，你来看黄小姐吼，九点四十五吼，伊是大厦开始起楼，啊九点零五的时阵吼，九点零五的时阵通知前日吼暂时停止卖上了，啊在协调吼，伊无马上吼就该停，啊所以拄仔咱看是甲协调到九点半的时阵才该关掉嘛，吼啊所以其实。九点零五，吼，就伫遐呢，协调讲是毋是爱关，是毋是爱停。啊，刚才这种协调，就对九点零五要协调到九点半才肯停，吼。所以九点半的时阵才停起来，这种有资料拢走未去，吼，拢走未去，吼。所以来看，十点十五分，吼。十点的时，大厦大社来电，吼、哦，要求吼，讲、哦、了，大厦要敲电话来，要求讲，你爱和我聊，吼、哦，啊，是不是在讲了，吼、哦，可否讲了，经协调后同意讲了，拢有写伫遮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十点十五的时阵就开始各家供应。这个物件，啊，十点十五，开始，搁要供应了，过去了后，伊压力，吼，压力很是拢无断开，吼，压力拢一直是伫迄个降低，吼，无受着了有上老的情形。啊，咱来看李长荣这边，吼，李长荣这边其实也是非常的清楚，吼，伊伫八点五十的时阵，伊就写一个华运量无，有无？吼，就是讲。华运那边来的量哦，那也无啦，吼，那也无吼。啊，十点十分的时阵吼，伊就要求要出量，吼，要要求要出量。所以，咱对因两间的工作日志来看，其实也是证据确凿，就是看会出来讲，现场咧操作的人，唔是吼，唔是伫无了解、唔知影的前面之人。
你现场咧操作人，事实上是完全吼记录出来，因所面对的这状况，吼都是证据确凿在这里。所以我讲凶手是啥物人，吼我讲凶手是啥物人。所以咱来看哦，一张的时阵吼，我认为讲怀孕甲李长荣吼，因伫即个泄漏的过程中间吼。8:43的发现讲管线异常，但是10:00的时阵李长荣阁要继续供应丙烯吼，到11:35的时阵怀孕才关掉伊的供线吼，这个中间，伊伫这个过程无通报市政府，伫这个过程无停止供应这个原料，造成气爆吼，造成气爆，所以我认为讲这是。真正的凶手，吼，是真正的凶手。但是代志发生了后，一直到即晚，吼，一直到即晚，我昨昏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咱的地检署有放话，吼，讲即晚要加快，吼，要加强来传讯相关的人员。但是因为传讯的相关人员的，吼，要传讯的相关人员，伊讲因分做两组，吼，来负责这个案，这两组。一组叫做公务组，公务人员，哦，公务组；一组叫做公安，哦，公安组，或者公安组，哦。这两组，哦，我咧看，因基本上拢甲镜头对准的是公务人员，哦，是公务人员。公务人员就是市政府，哦，为什么变安尼？而且这个发展到昨暝时阵，阁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咱的受灾户吼，有一群受灾户，因去向市政府提出国家赔偿。国家赔偿就是公务人员有过失，吼，公务人员有违法，你有违法或者是你有做唔到，必须被谁损害，所以你要对损害。做国家的赔偿，到时阵是赔咱百姓的钱。伊的前提就是讲，这件代志是政府的唔对，所以政府来赔。对照讲，伫8月初7，规工8月初6、8月初7的时，咱的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发言人，伊伫吼伫担任市长。去甲李长荣吃烤鸭，迄天应该是8月初6吼。咱去甲李长荣吃烤鸭19日，吼，咱去甲李长荣吃烤鸭的时阵，行政院发言人伫台北开记者会吼，伊竟然讲受灾人会使去甲市政府请求国家赔偿。那市政府去甲李长荣吃烤鸭，市政府的意思就是。罪魁祸首，正是伫李长荣。但是行政院确实甲灾民讲啊，这件代志，恁会使去甲市政府讨赔偿，意思是这件代志，正是是伫市政府。到底市政府有啥物责任？中央是啥物款的看法，让因感觉讲这件代志是市政府的责任，所以这件代志还要赔偿。是要用国家的钱来赔偿，啊！那我是做不好的，啊！那我是做不好的。讲是李长荣来讲，24年伊赚遐尼侪钱，24年伊对迄条讲拢无该维护，和迄条讲，伫24年的中间，有可能生身，有可能破坑，伊拢无一年的经验。24年后，为什么爆炸？就是因为你伫泄漏了后，佫继续回漏2点前久，啊，明明就是你的毋对，谁人爱用纳税的钱来赔？谁人用百姓的钱去替李长荣去卡上？我非常的不服气，尤其是百姓已经捐31亿啦，要佫用百姓的钱继续用国家赔偿？去替李长荣出这个钱，这是我无法度接受的。但是咱的中央政府是安怎看？是安怎？吼，因奈感觉讲是市政府的问题。
对不对？咱总是徛伫因的立场，咱来看讲，你敢有理由啦？伊理由伫倒位吼？咱小可来了解过来啊，吼。所以扫去，咱来看讲，中央到底安怎是吼？咱就先来看这个吼，下一页吼。第一时间哦，八月初半暝发生的代志哦，吼。八月初二的时阵，咱的经济部次长，吼，啊甲经济部的部长。第二天娘娘，伊就讲啊，讲经济部无管这个工作啊，讲经济部干呐管个人事业，那唔是个人事业的工作吼，伊的资讯我经济部拢无，吼，咱经济部拢无，啊，因两个拢徛这种看法，吼，我无了解非个人事业所属的工作还分部的资料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你来看，事实上就由管理法内面。就有明文规定，规定讲，石油炼制业或输入业，铺设管线，应先向中央主管机关先申请核准。好，就是讲，管线爱甲中央主管机关，就是经济部申请核准。那安尼，先嘛杜次长，即马还无定，因还安尼讲。伊是在推销酒店，我认为伊是在推销酒店，吼，因是安尼看的哦，吼。所以去罗党跟马总统进进出出，马总统安怎讲哦？吼，伊八月二日哦，吼，伊就讲哦，吼，伊讲主管工业石化管线业务的是高雄市政府公务局管线管理科，不是经济部工业局。所以代志是肯定爱有这个意思啦。劳动甲总统出来讲一句话啦，吼，伊就安尼讲啦，吼，伊讲，因为你，拢爱去甲市政府申请乌龙啦，啊，所以申请的时阵，就是去管线科嘛，啊，全国有管线科，就是地方政府才有管线科，所以伊就认为安尼讲。但是我拄仔讲的《石油管理法》第三十一条，好，第三十一条伊就安尼写，伊写的是。我要来去甲市政府申请乌路的时阵，我嘛爱甲中央申请许可，哦，所以咱石油管理法其实嘛写得真清楚。石油管理法三十一条，因为石油炼制业和输入业于必要时，若要使用这个土地，吼，当然包括道路嘛，吼，啊，你有需要这个公用使用这个土地，吼，去铺设管线的时阵，吼，去铺设管线的时阵。应先向中央主管机关及各该用地之主管机关申请核准。好，用地主管机关就是市政府无对，但是中央主管机关嘛爱申请，所以是爱甲中央申请嘛，爱甲地方申请，是双方拢来申请，好，双方拢来申请的。所以中央的法规安尼规定，谁来应该安尼讲？好，谁来应该安尼讲？啊，我就感觉讲。因在推下这个经验是推下到伤过厉害，吼，所以显示出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讲中央差个地方，地方差个中央，就表示啥？两边其实拢无在管，这是重要的工作。土脚的内底有迄种一爆炸死人的物件，结果中央讲无法度管，啊，地方讲。伊嘛唔是我在管，这个是咱这边的爆炸，予咱看到，这个政府太离奇，国家的政策太无明确，这个代志太严重，吼，太严重。但是，石油管理法安尼写，写了经济部，那伊国公唔是一管，嘿，咱小等后壁再过来看，吼。那迄是八月初二的时，因就把这音写出来吼。但是当总统出来安尼讲的时，台湾人就听袂落去啊。台湾人哪有可能去相信，讲一种物件是市政府的可定爱物件？哪有可能去相信讲，你工业部的工厂是跟政府关，跟政府哪会使无替我管这条代志？所以可能真无去嘛，你嘛甲无法度。经济部上来讲，好啦，啊无咱八月初四，吼，召集大家吼，共同吼来厘清管线的问题，
结果八月初四，中央甲地方总算一起坐下来吼，要来讨论讲到底是啥物问题的时阵，你来看，市政府问讲，即个讲本来是就有讲，尾啊吼改做殡仪馆，啊，即个内容物的改变是要跟谁申请？好，内容物的改变不必跟我们申请啊，我是乌咯爱搞人申请啊，但是内容吼对油吼变做殡仪是爱搞啥人申请？是毋是叫这个？叫这个讲我唔知，啊，第一唔知。第二，市政府问讲，啊，恁的园区吼，恁管巴士、管石油，啥物恁不管死嘞？哦，平息以息拢爱管。啊，西京内的业务主管机关是谁？好，那阮地方还是恁叫这个？叫这个去当开会讲，啊，这个面卡，这我嘛唔知，伊嘛唔知，吼。其副公文迄是刘世芳副市长去参加来问，伊讲问哦吼，伊讲问讲啊石化管线的清查甲图资吼，应该要拿出来，啊无石化业者嘛是无所适从，啊图资吼，你若是讲图资干呐要互公用，啊其他的管区有啊无，啊所以这图资的资料是毋是全国爱建立一个一致的标准，哦毋是讲我干呐有油讲。啊，无石化讲，啊，你讲我爱有石化讲，啊，我都无。哦，啊，你讲你免有石化讲，啊，无石化讲是全国无一致啊，还是爱安怎？吼，啊，建设讲嘛无明确的答案。吼，我阿姐嘛唔知影要安怎用较好。上界趣味的是，上界看袂落去的是吼，市政府吼看到讲迄间中央提出来公算的资料，讲李国勇吼公算的资料。总长度是2545公里，不过市政府提出来讲，唔对啊，那阮市政府的资料是啥？是3623公里啊。哦，两边啊，连这资料都唔知，啊，所以副市长讲，啊，连这资料都无共款，哦，啊，实在倒一边才是正确的，连这部分拢唔知，所以这一天一直到八月初四这一天。现在无出来开会啊，吼、哦！该问讲到底主管机关是啥物啦？啊，是毋是全部爱一直来管理吼？现在我不给答案，四个不知道，吼、哦，四个不知道。刷落去，市政府为着要较早，吼、哦，为着要较早，吼、哦，咱来看吼、哦，这个是下一页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迄天，吼、哦，迄天拢变做新闻啊。市政府这四大问，然后。经济部还是无法可管，我跨不给他管。好，阿哥来，下一页我们就会看到哈。市政府一方面拄到这种情形，第一时间经济部就杀，杀讲哎，公所是恁管的，不是我管的，经济部在那边死。好，啊，高雄爱救灾啊，哦，市民在救灾，啊，所以就算出来讲吼。我感觉这些路面，感觉这些路面哦，吼，我要做排水系统，啊，我道路要来回填，吼，啊，要做其他民生的公线，我还要来带回去。石化管我用我会带啊，但是民生的公线还要带。我感觉要做这个 S 型这吼，就要19年，啊，就开始我跟咱中央拜托，我中央这19年是给咱帮助吼，你来看，八月初四。跟这波四个不知道的时候，江宜桦对于我们需要的，既然无法可管，就赶快要立法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么重大的灾害，那么多专责机关，啊，我们需要特别的预算。好、哦，对这三行一样，同一天，好、哦，江宜桦给我们三户，啊、哦，他说不立专法，然后不设专责机关，然后不编特别预算，啊，要来拖19页问。伊八月初是讲三部，阮八月初无该骂。啊，然后吼，国民党立法院有两个，一个是黄昭顺，一个是林国正。因两个到这个时阵，伊嘛看袂落呀。讲哇，你讲一个三部吼，阮国民党的立法院伫高雄啊，我都徛起啊呢吼。高雄人规个吼，讲就不好个呀吼，讲你高雄来咧对台湾啊吼，啊，放互阮高雄市政府家己救灾是无吼？啊，所以因两个嘛挡袂了，因两个。从那地再去定向移化，啊，阮民进党的立法院从那下晡去定向移化，所以向移化的林佩伟前夫迄一天吼，
阮国民党甲民进党高雄立法院拢去来讨伊十九亿，啊，当然阮去来讨十九亿以外，要求讲赶快要立一个专法来解决整个重建的问题，还有管线的问题。但是江宜桦就给我们这三步哈、哦，给我们回答，无疑是给高雄二度的伤害哈、哦。结果哈、哦，结果伊甲阮讲三步，这是八月初五，八月初六的，八月初六的，来，八月初六，二十九月来我们，好、哦，来下一页哈，八月六号。何阳秋兴宣布，讲放心啦，中央准备一百七十个月啦，哈，十九个月完一节目，但杨秋兴出来宣布，讲啊，我有甲中央接触，中央讲无问题，一百七十个月吼，有一百七十个月，啊，互咱高雄会使来申请，啊，所以救灾中央一定甲高雄帮忙，无问题。开始，我感觉那也偏心，哈、哦。我去做十九页，之前我念十九页，你来看下一句话，甚至讲到什么？讲到讲用一张 A4 的纸就想要十九亿，甚至用这种话，哈、哦，甚至用这种话。来给我们读，好，我爱给我们十九页。但是吼，其实不是用一张纸啦，哦，伊讲阮一张纸了十九页，其实，其实吼，四目拢明亮，哦，四目拢明亮。啊，所以我爱阮十九页吼，叫杨秋兴全部有一百七十页以外吼，佫用一句话干嘛吼？啊，一句话嘛无讲白，咱看有一页吼。这部分嘛，就无讲的。咱该讨十九亿啊，嘛，咱讲公文只有一张嘛，吼、哦，用一张 A4 的纸就想要十九亿，啊，搁讲一句讲自己口袋的钱先掏出来用。总统嘛，叫阮讲哦，高雄市自己有钱先用嘛，吼、哦。叫你来看东尼，东尼台北市吼、哦、扩大内区需要66亿，嘛是两张 A4 的纸。拖了这两页，哈，两张 A4 的纸的公文，哈，我们是两张 A4 的纸的公文，哈，当年来到前面拖了这两页，有张玄幻兄的合影，啊，我们一摆，哈，灾害遐尼大，要拖十九页，哈，讲一张公文无够，哈，所以面对的，哈，其实不只是这物件，哈，我给大家看，就是看讲，代表市长非常的辛苦，伊一方面爱救灾，伊面对遐尼艰苦。受伤的人，甲过用的人，面对遐尼残酷、吼、哦、破坏去的土地，啊，逐天你会当想讲，伊是偌无言，你会当想讲，伊是偌操烦，是偌艰苦。